它主要就是让你知道有没有休息的地方，而且有多远，你就不用看这牌子，你就看它这个，还有告诉报告你那个什么时候就开始分叉了，先提示。过会儿我们到那个，哟哟，有什么东西绿色东西掉下来了？有什么绿色东西掉下来了？哇，要手去拿出来。哇，有绿色东西从天空掉下来了。手机呢？手机。我在那充电。